青春飘浪的故事，天是咪陪土地就是家，你兄我弟何必亲兄弟，北方四面烟云予咱斗阵，花舞鼓吹流汗亲像水，澎湃中心目屎花水哪滴，坚持意志一步一脚印，争取公平双手打出一片天。双方一分之差，是天意。这个球好球，三者出局，比赛结束。同一支队获得了直棒24年2013年下半球季的季冠军，同时以年度胜率第一的一个身份呢，直接的打进了年度的总冠军。咚咚咚哒，咚咚咚咚哒，一路出少年金马龙对我打，咚咚咚哒，咚咚咚哒，咆哮的前锋很火光，咚咚咚哒，咚咚咚哒，撼动世界球天之声。双手打出一片天，是天意，冥冥之中的无定，是故乡。寥寥响起，悟出世间道理。对我打，咚咚咚打，咚咚咚打，故乡乡民少年相强呀。这一棒结果打到的是在中间放下了一个飞球，比数也是三成平手了。杨宗宪，这个球出棒结果打到在二垒这边传出去，击成一支安打。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林志祥，这球出手打的是相当的高，但是距离不够。Hey, hey, hey.